Pagre dharmam sandhu shamar do dhomba di je jan la shantar lo.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的课，这个讲课之前，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法使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我们今天听法，然后精进的修持，成佛以后利益无量的众生。 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这个课。那讲课之前，先串一下这个传承，这个中印的愿词，这个慧灯之光流的后面有这个愿词，中印的愿词，这个我们平时主念的时候啊，超读的时候啊，或者是平时自己也要念。 但是因为这个是密宗里面的仪轨，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有这个传承，需要传承的。平时我们自己念，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仪轨。我们首先串一下这个传承。 Kyabram zato soro roji song so vardo tutur ji sa tsengde kora martong vardo marzo so geo. 好，这个就是中音接头原文的传承。这个最后一个呢是中音六中音的松弛。这个六中音呢就是这个松弛的这个解释和它的修发。 以后我们有观定，大家都有观定，有这个六中音的文解脱的这个观定，也就是文武拜尊的这个观定的时候，到时候可以听这个法，这个是非常好的法。那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呢，准备讲破瓦法的修法，因为这个。 破瓦法呢，是密宗里面的一个特密宗的一个特有的这个修法。显宗当中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修法，这是密宗里面有。那这个破瓦法的修法，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是，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修出离心，不需要修菩提心，只修一个破瓦法。 到时候就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修这个破瓦法，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么容易的，需要修出离心、菩提心，这个都要修，但是呢，万一就是这个出离心、菩提心还有其他的这个修法还没有修成之前，如果这个无常。 来了，就是说，如果在这个当中，这个寿命无常，如果来临的话呢，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就是要靠这个破瓦法往生，这样子的，这个并不是说只修一个破瓦法，其他什么都不需要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无家心当中破瓦法其实在最后一个就这么一点点的修法，如果。 就一个破瓦法，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修的话，那就这个不会有这些前面的修法，就这无家心当中呢，只有一个破瓦的修法。那如果就依靠破瓦法，其他什么都不需要修的话，那为什么要修这么多的法呢？就不就一个破瓦法，就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刚刚讲的，如果实在是这个没有办法了，现在就是因为。 这个无常来了，出离心、菩提心这些还没有修好，没有什么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依靠这个破瓦法，破瓦法就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修这个，继续修这样子。比如说。
这个普瓦法就是好比是啊，这个大的这个壳轮啊，大的壳轮上面有很多小的这个救生艇啊，就是这样子。救生艇如果这个轮船呢、啊，它出问题的话，那就我们可以用这些救生艇啊，很多人可以这个逃命，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有出离心，这个上面有出离心的修法、菩提心的修法，还有大圆满的修法，有很多的这个系统的修法，这个就像是一个轮船一样的啊，大轮船一样，客轮一样。如果这个轮船啊，就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啊，那就是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就要需要一些这个小的，依靠一些小的这个救生艇，去先这个逃命，然后再看情况了啊。同样的，就是如果这个啊我们的出离心呢、菩提心呢，还有后面的这些修法啊出问题啊，出什么问题呢？这个法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因为我们的修行不到位啊。还没有到位之前啊，如果我们要死了，那这个的时候呢，这个系统就出问题了。那这个系统出问题的时候呢，比如说像仙种啊，这样子的修法的话，那出问题就出问题了，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了。但是这个里面就多了一个修法啊，这个叫做这个普瓦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这个依靠这个普瓦法。往生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呢，这个普瓦法啊，它不是这个主体的修法啊，我们的主体的修法就是最关键的修法呢，这个不是这个，还是就是我们过去讲的这些出离心呐、菩提心呐，还有密宗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修法呀，空性的修法、无我的修法，这就是这个主体的修法，这个修法没有修成功的时候啊，才可以用这个普瓦法啊，它的目的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有些人就不想修这么多的这个复杂的，就像出离心呐、菩提心呐、人生难得呀、无常啊，每一个修法都有那么多的这个很复杂的这个思维的方法啊，就不想修这么多了，就修一个普瓦法啊。就能活多少就活多长时间，就活多长时间。到时候觉得不行的时候就往生了，这就是很快的一个路啊，很多人觉得这个就是很划算了啊。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子，不能这样子啊。这个普瓦法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呢？密法里面讲很多我们的人的这个失望的这个。预兆，讲很多这个人的死亡的预兆啊，这些死亡的预兆呢，有远的预兆，有近的预兆都有啊。有些预兆啊，它出现的时候呢，出现之后，比如说3年以后死啊，有些是2年以后死，有些1年有些是几个月那有些是2天3天以后就会死的，有这些这个。这些预兆啊，这些预兆呢，有些东西，比如说修行人他们呢在修行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感受，但是多数的就不是了，多数的就是在我们的身体上会出现的啊，身体的某一个部分出现一个异常的这种现象啊，异常的现象，平时我们一般不会知道的，这个不会去注意这些事情了但是他有一个观察的方法啊。观察修行的人就没有一段时间以后就观察观察。如果发现有这个死亡的这种这个预兆的话然后就是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普瓦法呢？也不是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就是迁除这个寿长迁除我们的寿命的障碍的一个密宗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这种这个修法除了这个长寿佛的修法以外，还有一个这样子的修法这种情况下这个用这个修法这个仪轨用去这个迁除这个寿长。用3次每一次都失败，实在是这个不生效的话没有效果的话，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
可以用这个普瓦的修法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平时啊就还没有这个啊还没有这个死亡的这种这个预兆啊，但是呢，有一些事情想不通了啊，就不想待这个世界上，然后就是去通过普瓦法往生的话，这个就是等于是自杀啊，这个是有罪过的，有罪过的，所以这个不允许这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不是这样子。虽然是有这个死亡的这种预兆啊，但是还没有去用这个啊，前处这个寿命的障碍的这种衣柜，根本没有去用。一看到这个有死亡的这个预兆的时候呢，开始用这个啊普瓦法的话，那也是不允许的，也有罪过的。这些都是不正常的情况下用这个。普瓦法不正常的情况下用普瓦法的话，可不可以这个往生呢？可以往生，但是呢，这个是有罪过的，这个是不能这样子的，那普瓦法这个自己用的话就是什么时候是最佳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这个发现了这个死亡的预兆然后这个衣柜呢。也就是用了3次了实在是不行这样子就确定要死亡，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是一个，这是自己修的时候然后第二个我们呢就比如说这个猪年的时候超度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最佳的时候用普瓦法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比如说人死了已经有2天了、3天了在这个时候呢，用这个普瓦法，一般情况下这个效果都是很差的，除非是这个，这个一地以上的菩萨呀，修行上很有成就的人在这个情况下也可以超度但是我们普通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时间。已经是就这个人死了以后已经隔得很久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是最好的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呢？人就开始这个死亡在医学上人的这个死亡的这个定义就是心脏跳动这个停止还有这个。血液循环停止就是脉搏就不跳，没有这个静脉动脉就不跳还有就是这个呼吸停止了，呼吸停止，这3个是哈佛医学院的这个死亡的这个定义，这个国际上都是用这个标准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人真的死了呢？这个时候不是了虽然是有这3个都有了，但是呢。过了5分钟、10分钟，多少半个小时以后呢，人还是可以活过来的。有这样子的个案非常非常多。这个时候不是人，不是这个真正的死亡，但是呢，我们目前医学上就是用这三个，就是人的这个死亡的这种定义只要有这3个，就可以送到这个太平间还没有这3个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证明。人还是这个活的这样子，但是呢，这个藏传佛教的密宗里面呢，他就是不，他啊他啊不承认这个，这个观点这个时候人还是活着的，那人这个时候是活着的那这个人活着不活着，我们先不说了，那我们先说。这个念普瓦法的最佳的这个时候最佳的时候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人开始停止呼吸的时候开始停止呼吸的时候呢，看这个人的脸色这个时候呢，这个人的这个活人的这个脸色呢，那个时候就慢慢就会变成这个尸体的这种颜色然后就是，也就是这个血液循环停止了以后呢，人的脸色都会变的。我这个时候是最佳的时候，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3个这个标准这个时候虽然是人没有死这个不是死亡的标准，但是这个可以说是
念普瓦法的最好的这个啊时间，呼吸停止了啊，然后就是这个这个心电图啊，它就是就平面的啊，然后就这个眉啊跳这个跳动停止，眉部停止，这个时候呢啊念普瓦法的最好的这个时候啊最佳的时候，这时候如果遇到这个关键的时候的话啊。虽然不是什么成就者啊，不是这个高僧大德，那、但是呢，我们普通人当中啊，平时就是念这个普瓦法啊，自己也修了，修得比较这个修得比较这个成功的，就是修得比较这个熟悉的这种人啊，什么叫熟悉呢？比如说观想啊，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啊。那种人就是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这个人啊，在这个时候超度的话，这人一定能够这个超度的，一定能够超度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三件事情啊。我们逐年的时候，逐年的时候念这个普瓦法的话，要三个问题一定要注意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啊，念普瓦法。啊，这个助念念普瓦法的前提一定是这个菩提心，一定要菩提心大慈大悲，一定要有这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大慈大悲啊，就是我们就是像完成一个任务一样啊。因为我是这个助念团的，所以我有这个义务，所以我要去念这个，我要完成这个任务，这样子不行啊。然后有如果有其他的什么目的的话，那就时间的这些目的那就更不好了啊。这个时候必须要有这个大慈大悲，这是第一个，一定要有。如果这个时候啊对这个王者啊生不起大慈大悲的话，那一定要这个时候就是包括这个造作的这个菩提心也好，大慈大悲也好，这个悲心也好，一定要这个时候要包括造作的啊，最低也就是造作的这个心，这个慈悲心都一定要有啊。如果没有这个的话，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助念啊不会有什么效果了。一定要是这个大慈大悲菩提心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处理这个菩提心的话啊，这个观想啊这些虽然是不是很如法，但是因为这个以菩提心的力量啊，以菩提心的力量都可以这个超度的。啊，这个是第一个，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普瓦法仪规里讲的这个每一个这个细节啊，每一个细节都要观想，观想的清清楚楚的。这个时候心坚决不能这个散乱啊，如果心一散乱的话，这个是一个就人的一个生死的关头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了。在这个时候呢，心散乱的话，那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这么短短的时间当中，这个错过了以后呢啊，那人死了，死了立即就会进入这个昏迷的这种状态当中，大概就是会停止20分钟到这个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个时间，就是在这个昏迷的状态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念仪轨啊啊说这些讲这些中音的这些都一般都是听不到的啊，然后这个完了以后才能够听得到。是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还没有人这个断气啊，开始断气，然后还没有进入这个昏迷的状态，在这个时候呢，这人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啊，人的头脑很清醒。这个时候呢，旁边的人说的话啊，都是记得非常清楚的，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是医学没有办法解释啊，科学没有办法解释，都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我们的这个现代的这些都解释不清楚这个了啊。唯一的就是《西藏度王经》里面讲的这个才是这真实的东西。怎么知道这个是真实的东西呢？那我们前几天讲了，就是这个病逝经年啊，全世界有这个成千上万的这样子的这个个案啊。那
这些就是说明了什么？这些人啊，因为西方的医学发达啊，那就是很多人就在这个死亡的这个边缘上啊，这个抢救过来了。啊，这些人就是经历了这个死亡的这个前一端啊，他们经历了。那他们讲的是什么呢？就跟我们的这个《西藏度王经》里讲的完全是一样啊。这个上面呢，西方很多人也是非常的惊讶啊。这个《西藏度王经》啊，这里面讲的这个生命的这种过程啊，1000多年前讲的啊，那现在20世纪末、21世纪的时候呢，很多西方人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亲身体验的这两个，这么这个啊，相似，这么一直，这个就是，这个他们都是非常的这惊讶了啊。那这里面讲的一样，这个时候头脑非常的这个清醒的，这个时候呢，旁边说话呀，都听得清清楚楚的，听得清清楚楚说，这个时候要念这个普瓦法，那这个时候念普瓦法的话，那刚刚我们说的，如果不是什么成就者的话，也可以这个超度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观想的这个细节，一定要要观想啊，要专注啊，不能散乱，这是第二啊，我们要注意的第二。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一定要相信啊，一定要相信我的这个仪轨啊，这个普瓦法有这个能力超度，有能力让这个王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定要相信这个这相信这个半信半疑这样子做事情的话，这些尤其是在这样子关键的时候呢，这个不起作用的，这个心力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是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啊，现在西方的这心理学当中也经常讲，有些时候这个要坚信啊，他一定有这个力量，他一定我坚决相信他有这个我能超度他，要有这样子的这个信任啊。如果没有这个信任的话，就他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强啊，就这三个了。那我们给这个其他人超度的时候，就需要这三个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给这个亡者超度的时候这个用的，这个是跟亡者超度的时候用了用的。对，还有一个就是最后就轮到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走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一辈子当中超度超度超度，最后我自己走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也，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时间，最佳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要知道什么时候我该走了什么时候我该用这个普瓦法了这个也是很重要了。那用得太早了，那也不一定能够这个往生用得晚了，那也就没有这个错过这个机会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这个具体的时间呢？这个普贤上师的演讲这个当中，讲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简单的说这个眼、耳、鼻、舌、身，他们开始不工作了他们开始不工作比如说眼睛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呢，看这物体的时候就是这个。看不清楚，很模糊平时都看得清楚的，但是就突然间就变成了很模糊。这个变成这样子也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这个时候呢，在这种情况下看得很模糊的然后平时认识的人，就是像父母呀、朋友认识的人，这个时候呢就在跟前也不认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眼睛的这个眼识开始进入淫魔道这个阿赖耶识因为他们都是从阿赖耶识上面诞生出来的那就陪我陪了一辈子了他现在他们要回归这个大自然，真正的阿赖耶识是我们的真正的大自然了他要回归大自然了，这个时候他开始不工作了这个是第一第二我们耳朵听声音的时候，就是在旁边，就是人正站在这个跟前
旁边的人说话的时候，都是这个声音很小很小啊，就像是一个很远的地方的声音一样。哦，这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的耳识开始停止了，开始停止了啊。然后等等啊，有二十五种啊，五五二十五，有二十五种不同层次的这个隐抹次第。隐抹就是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工作是很明显的，工作都是很明显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不工作了，开始这个隐抹进入这个阿赖耶识的状态啊。那个就是由从出到息从出到息，从非常明显到比较不明显的，这样子就是由二十五个那这个梳理讲当然这个蒲先生的演讲里面讲的也是比较清楚的那我们以后可以学这个中阴解脱法这个里面六中阴法，这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那这个时候就眼耳鼻舌身开始这个不工作了然后呢，这个气就是一直的往外呼就没有办法吸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这个停止了开始停止。但是这个时候这个不能等到这个时候刚才眼睛开始这个看不见，耳朵开始这个听不见，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就开始修普瓦法。还有一个就是人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就是坐在这个病躺在这个病床上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坐在自己的家里沙发上也好，或者躺在床上无因无缘，这个身体就往下沉的这种感觉往下沉的感觉，就是像我们坐在船里面，船往下沉或者是这个就从高的地方就往下沉，就是那种感觉就身体上会有这种感觉佛经上也说了，但是的确是这样子的。很多死的人要死的时候呢，你们可能也许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医生护士肯定是知道这个很清楚的了，人死的时候呢，很多人就说他说他，因为他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叫旁边的人他叫旁边的人就拉着他往上拉往上拉。然后就拉着他的手往上拉然后呢，他要把这个他的这个靠背或者是这个枕头要贴要增高一点平时人都会说这些话了这个我想这个我们这里肯定有很多护士护士如果有注意的话，肯定是听过很多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呢，人就开始这个还没有这个断气，但是这个时候开始，这个之后有些人这个之后还会听十二个小时左右这样子，有些人这个之后就几个小时就不行了都有这种情况下这种情况下就开始可以用这个普瓦法，这是我们自己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有金刚上师善知识，那就是最好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这个弥陈杰比较这个亲近的金刚这个道友，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佛友让他们念一下这个普瓦法提醒一下。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时候因为生病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时候这个观想这些有可能不太清楚了自己要靠自己的这个能力去观想，有些时候会忘一些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有一个人旁边念这个仪轨提醒需要这样子。这个时候呢这是我们自己往生的时候这个最佳的这个时间就是这个时候了这个时候。只是什么时候可以用普瓦法呢就是就这三个就这这个就这两个时间是最好的这是最后走的时候了这是对走的时候了。好，然后呢我们讲这个具体的这个修法具体修法
佛法它是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有六种不朽成就法，六种不朽成就法之一，也就是说莲花生大师，也就是密宗里面其他的密宗里面也有，莲花生大师有六种巧诀，六种巧诀都是不朽也能够成就的法，这样子的意思。 这也不是完全不朽，这个不朽的意思就是说，不需要修我们其他法，这么复杂，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去这个证悟，去证悟，比如说我们带一些东西啊，吃一些东西啊，等等，这些都是有帮助证悟空性。最后我们解脱的时候呢，还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要证悟空性才能够解决问题。那这些普瓦法呀，或者是这些东西呢，有什么帮助呢？因为我们听得懂啊，这个吃的东西吃了，带的东西带了，或者是这个普瓦法修普瓦法的话，他们就是促进我们的证悟，他们让我们快速的这个证悟了，最后还是要证悟。 证悟就可以解脱，不能认为如果这个有普瓦法呀，有其他的方法的话，那是不证悟也可以成佛了，不能这样子想，不证悟是不可能成佛的。最后的这个成佛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证悟空心，断除烦恼，这就是唯一的这个一条路。但是这个路就一个是我们就点点滴滴的去修出来的。 另外一些呢，就是靠一些其他的这个巧诀，去达到这个目的，这样子，这个有六种这个不朽成就法之一，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普瓦的法，其中一个就是普瓦法。那普瓦法，我们修的时候，这个有两个，首先是自己训练，这个训练好了以后呢。 到时候真正要走的时候，真实的这个使用这个普瓦法，正式的使用普瓦法，现在是我们训练的时候，那训练的时候呢，怎么样训练呢？训练的方法，这个里面有观相，首先我们观想，我们把自己的身体观相为。 金刚瑜伽母，金刚瑜伽母是一个这个深红色，然后呢，这个上面有一个这个普贤上师眼教，普贤上师眼教这个汉文版上就有这个唐卡有这个金刚瑜伽母的这个佛像，大家看这个金刚瑜伽母的这个佛像，这个佛像这书上的这个佛像太小了，以后就。 观想的时候，这个书上的就不能用了，太小了。但是这个唐卡，青的岛有这个唐卡，请一个金刚瑜伽母的这个唐卡，放在前面，然后我们两只眼睛看这个金刚瑜伽母的这个唐卡，这个观想的方法是我们讲过，曾经讲过，听过的人就按照这种方法，没有听过，但是灌了顶的人呢？ 我们可以听这个光判好像是去年讲过，其他地方也讲过。去年这个地方好像也讲过，广州那边也讲过这个观想的这种方法，就是一样的，就观想这个金刚瑜伽母。观想清楚了以后呢，先是把这个唐卡放在前面观想，观想清楚了以后呢，我们。 这个把自己的身体观想为这个金刚瑜伽母，金刚瑜伽母是什么样子，我们不需要说了，这个书上也有，这个普贤上师眼教上也有，也有这个唐卡，这就不需要说了，就大家看就可以观想金刚瑜伽母，然后金刚瑜伽母观想完，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要观想金刚瑜伽母，这是一种愿起，这样子观想的话。 很容易能够这个往生，很容易这个修成这个普瓦法，这是一种缘起，金刚观想金刚瑜伽母，那金刚瑜伽母观想完了以后呢，就自己身体观想完了以后呢，第二个就观这个观想中脉，观想中脉。
中脉是什么呢？中脉是一种我们人体当中的一种脉啊，它不是经脉，又不是动脉啊，不，这些都不是啊。医学比如说我们解剖学能不能看到这个呢？看不到啊。X 光的这个透视能不能看得到？也看不到。但是呢，它是一个物质啊，这个中脉它也是一种物质，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能看得见的物质啊，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中脉。这个观想的时候呢，我们观想身体的这个正中间啊，不要往左、往右、往前、往后啊，就是身体的正中啊。比如说这个房子的正中就一个柱子呀，立一个柱子一样，就观想这个中脉啊，中脉的这个大小啊，就观想每个人的这个啊，自己的这个无名指的这个粗细啊，就这么粗，这个无名指啊，粗细就是观想这个无名指啊，这么粗啊。然后呢，长短呢，它的上段就是在头顶的这个发线，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头发的这个发旋，这个地方叫做这个这个番茄就头顶是上端是在这个番茄的这个地方啊，上端是开着的，大开的啊，观想大开，不能观想闭着的，不能观想封闭的，要观想大开的上端啊，下端是在这个肚脐下四肢就丹田啊，丹田地方啊，下端是在丹田的地方是封闭的啊，下端是封闭的啊，上端是这个。啊，大概的要观想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中脉啊，颜色是蓝色的，然后就是这个很薄很薄的一个这个物质构成的一种这样子的啊动脉啊，这个不是动脉啊，中脉。然后这个左脉右脉啊，这些都有讲，但是这个时候呢，在普瓦法时候，这些都不是很重要了啊，左脉呀、右脉呀，还有这个头顶啊，这个的脉轮呐、啊这些我们修其他的时候需要，但是我们修普瓦法的时候呢，不需要这些了啊，就观想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中脉，观想好了以后，这个中脉就是在这个心口的地方啊，它观想这个中脉。中间有一个结啊，割开了这个上段上一半和下半就割开了啊，就是我们像这个柱子的这个竹节一样的东西啊，这个结就把上下割开了啊，不是通的这个地方割开了，然后这个上面呢再观像一个这个绿色的绿色的圆圈，圆圈就是一个明点。它实际上是一团光，一个圆圈的光啊，圆圈的光啊，观想一个圆圈的光，绿色的啊，浅绿色的一个圆圈，这个是这个是一个气体啊，它本来是一个气体，它的本质就是一个气体啊，颜色呢是浅绿色，这个书上讲得很清楚了，形状是一个圆心的。它是这个推这个这个石子要推动的一个动力啊，这个观想它是振动的，因为它是气体呀观想一个这个不稳定的振动的啊，也一刹那的不停的一个振动的一个这样子的，因为它是气体啊，观想一个振动的这个这个圆圈，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我们观想。这个狮子，藏文的狮子，藏文的狮子，那这个这个字呢，观想藏文的呀，英文的呀，中文的呀，还有这个梵文的呀，理论上这些都可以观的啊，不是一定要观想这个藏文都可以观的，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观这个藏文的这个汉文的字，观想那一个字体也没有，还暂时也还没有这个。一个还没有一个确定啊，那就我们暂时就观想这个藏文的这个狮子藏文的狮子，这个狮子以后就你们可以电脑上打出来打了以后就做一个一周这么大的这个图然后呢颜色是红的然后旁边也有两个圆圈，这个书上有然后呢把这个字放在前面，又是跟刚才我们这个观想这个
这个佛像金刚于千亩的时候是一样的，把这个资观想在放在前面，然后看啊看，心里很清楚的时候，能够显得很清楚的时候就可以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这个红色的狮子就观想在这个这个明点上面是站立的啊，是站立的观想。这个字的面朝前面啊，面朝前面，观想一个这样子，就是我们从那边看过来一样，字的面朝前面啊，观想一个这样子的狮子。这个时候呢，这个狮子是什么啊？我们不能认为它是什么其他的东西，这个就是我的心啊，心不是心脏啊，心就是我们说的是意识啊。这个地方呢，我们意识呀。部分眼耳鼻舌身啊，也不说这个阿赖耶识啊、第六意识啊、摩那识啊，都不说，这是心的总体啊，我的这个整个我的这个精神心的总体啊，就观相为这个红色的字啊，它的形象啊，就是它的这个外表是一个红色的这个字，但是。它本体是什么呢？它本体是我的心啊，这样的观想。那难道我的心有颜色、有形状吗？昨天我们观想的观心的时候，不是说没有颜色、没有形状不是有颜色啊。但是我们观想的时候就这样子观想，因为我把这个还是因为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专注的目标啊，没有目标的话，这个心呢，怎么样？这个出去呢，没有办法出去了，所以。心它本身是没有颜色、没有形状。前几天我们讲的时候的那样子是没有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这个红色的狮子就作为一个目标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狮子上面，同时也观想同时也观想这个狮子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这个狮子无二无别，这样观想，观想观想完了以后呢，我们又去想另外一个事情，这个不可以的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狮子上面然后这个是第二个观想了第一个观想是我们把自己观想为这个金刚于前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观想这个红色的这个狮子呀、钟摆呀这些观想这个观想完了以后，然后呢，我们再观想这个面前的这个空中观想阿弥陀佛，观想阿弥陀佛左右就观想这个这个金刚大势至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左右然后中间就观想这个阿弥陀佛，观想阿弥陀佛有些当中呢，有些修法里面呢，只有一个阿弥陀佛有些修法里面呢，还有上面还有很多传承的这个上师有但是我们就可以观想这三个就可以了观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是面朝我们就是面朝前面跟我们一样，面朝前面观想在这个自己的头顶上，那这个观想的时候呢，我们也有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观想不清楚那这个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方法所有的观想方法都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由轻一丈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像放在前面，然后去看方法都是已经讲过了。这样子，到比较清楚为止这个时候呢，观想这个阿弥陀佛在空中然后呢，这个阿弥外这个外表上是阿弥陀佛实际上呢我也观想这个是阿弥陀佛跟我们的这个从这个传承上师到我们的这个根本上师法网如意宝之间的所有的这个普瓦法的传承上师观想为一体这个相貌是阿弥陀佛本体是阿弥陀佛，还有这个上师我们的根本上师，这个传承上师都观想
这个观想清楚啊，这三个、四个观想了，三个观想一定要很清楚啊。这个一个是我们把自身观想为金刚与结膜，一定要观想清楚，模糊不清。第二个就是观想中脉和这个实质，也一定要观想清楚，这个模糊了还是不行。第二、第三就是观想这个这个阿弥陀佛也要观想的，这个要观想清楚啊。这观想清楚，这个所有的这个观想清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开始念这个普瓦法的这个仪轨啊，念普瓦法的仪轨。这个时候呢，念诵的时候怎么样念？比如说我们打坐打坐打一个小时，准备打坐一个小时的话这个三分之二的时间三分之二的时间要观想，然后三分之一的时间才是念这个仪轨这个要记住。以后我们修任何一个本尊法都是这样子，我们就是匆匆忙忙念一个仪轨然后观想的时候也不观想，直接去念一个心咒，这个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有的这个密宗里面的修法呀，修本尊的修法都是这样子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做观想，因为这个观想很重要观想一定要很清楚，三分之二的时间，我们比如说一个小时的话，那40分钟就去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去想这个事情想清楚了以后，想得比较清楚，观想得比较清楚的时候，然后最后的这个三分之一的时间，也就是20分钟当中呢，然后就去念这个仪轨然后就修普瓦法这样子的，这个要记住。好，这个时候我们观想完了以后呢，这个40分钟的时间都要就花在这个上面了，观想。观想完了以后在这个阿弥陀佛桌前祈祷诚心诚意，非常虔诚的、非常这个恭敬的心祈请阿弥陀佛和根本上师祈请什么呢？一心一意的祈请上师阿弥陀佛，我在这一座当中能够修成这个普瓦法然后就是死的时候呢，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师和这个阿弥陀佛加持我在这一座当中能够修出这个普瓦法的这个修法那样子，这个很虔诚的、非常虔诚的心去这个这个祈祷。在这个时候呢，这些时候呢，我们需要这个信心这个时候非常需要信心。有些逻辑这个推理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信心它本体上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去推理就可以了。但是这些时候呢，我们需要这个信心对上师和对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无比的信心、无比的这个恭敬心无比的信心，这个信是这个升起来的这个恭敬心的时候呢，能够汗毛竖立眼泪直流，这样子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这个有生理上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现象，这个是就属于比较这个虔诚的心强烈的这个信心，我们这个经常说的这个强烈的以强烈的信心祈祷。等等强烈的信心就是这样子，叫做强烈的信心。这个时候念什么呢？念这个阿弥陀，这个祈祷阿弥陀佛的这个祈祷文这个藏文里面呢，就是念中等的地上说吧，这种把样都不做不上进功不好的没把了上头龙出多加不生吃这个是定力供养，我们经常在放生仪轨里面念的那个那个神号，就念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神号念七遍或者是念这个21遍或者更多也可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注意什么要注意三件事第一个还是要专心，这个所有的注意力还是要专注这个集中在这个识字上至少这个心口的识字就不能忘掉了，这是一个
然后同时呢，就是要以强烈的这个信心祈祷阿弥陀佛，能够让我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观相整个的观相要这个清楚这个时候就是要注意这三个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念完了以后呢，然后念这个下面的这个仪轨念这个仪轨的时候呢，我们最后这个仪轨这个有一个仪轨，这个念完了以后，这个我们看看这个科诵机里边就有这个仪轨你们有这个带有这个科诵机的话，这科诵机里面的这个仪轨，等一下我们也念一念这个的传承在92页上面，这个科诵集的这个92页上面，这观想完了以后呢，观想完了以后呢，首先是我们在你们有吗？这个有的话，大家看这个第92页上面如果跟这个版本不一样的话，那就是大圆满隆钦信水往生法就是这个往生法。念这个仪轨念这个仪轨，这个我们念一遍这个它也有一个这个念法这个曲子跟其他的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念一遍你们可能很多人也会念如果有带这个念诵机的话，科诵机就把科诵机拉出来。我用这个藏文，用藏文念你们就念旁边的这个中文就可以了。我们这样子念一遍这样子念的话你们以后就知道怎么样念这个仪轨了。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念了首先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40分钟当中把这个整个的这个观相观相的清清楚楚完了以后呢，就念这个前面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仪轨我们现在念这个仪轨大家就跟着我念我们一起念。伊玛呼尼拉那多吉拉那伦哲达巴兰哲央古巴拉卓迪瓦迦尼央拉尼德杰赞多杰南哲玛雅尔哲迦尼玛萨哲多咱要念多罗多相思南可勒苏，第一空为杂我，满无常大牛藏巴拉，东山无极乐可，咸阳内藏为尼子。阿弥陀佛，阎娘惹自己转悲当，龙哥的力将起，为日八舍有嘛不三，学佛之刚赞。三界那万大耶那忏悔作比彭波萨好，就是这样子这个仪轨我们再念一遍你们就不要念这个旁边的中文，就念下面的这个音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念了因为这个句子的长短不一样，这个有点不好念我们再念一遍，这个再念一遍，念一两遍以后呢，这个调子你们熟悉了以后呢，以后自己可以念了这念诵这个普瓦法的一种念诵的方法，以后念这个仪轨还是要用这样子念，用这种调子念我们再来一遍。伊玛呼让那伦哲达巴兰哲。Gopārāpjo divācāni
再来一遍啊！现在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再来一遍，哎嘛呼，让那轮住，大巴人就像，古巴人做的瓦匠的，像让你接着多接。Yajju jani masa jato Zayau ni dobro jasa nangkazu Teye kongwe zawa Maungja dani zamba Tonsa平时我们不需要念三遍的啊，就念一遍啊，这个要慢慢的念。为什么要这么慢呢？要观想啊，边念边观想。好，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念下面的啊，中等的地方上把这个念个几遍啊，这个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个时候就是要啊，对这个阿弥陀佛升起无比的这个信心啊，祈祷。然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个啊，这个时候要我刚刚讲的要注意三个问题啊，一个要观想啊，另外一个就是啊祈祷阿弥陀佛，然后就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心口的这个舌子上面啊，然后再念几遍下面的这个祈祷文。中等的地上下巴扎中巴扬达巴拉卓巴三边公布花的美巴。Shang Tsa Lung Cho To Kya Sang Che Wo Chong Tam De De Shang Shang Pa Chak Chung Pa Yang Tang Par Chong
Sangin bumbo wadde me bala janza lonjo do jazemje. Jom dandi de janza bada jom bayanda brazo. Sangin bumbo wadde me bala janza lonjo do jazemje. Jom dandi de janza bada jom bayanda brazo. O wada me bala janza lonjo do jazunjo. Jom dandi de janza bada jumba yanda brazo. Sangin gumbo wada me bala janza lonjo do jazunjo. Jom dandi de janza bada jumba yanda brazo. Sargim gumbo wada me bala janza lonjo do jazunjo. Jom dandi de janza bada jumba yanda brazo. Sargim gumbo wada me bala janza lonjo do jazunjo. 好，这样子这个祈祷。 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刚才观想了这个狮子，自己的身体都观想完了，也祈祷了，然后再念这个下面的衣柜，然后这个时候呢，观想我们刚刚观想的这个阿弥陀佛，边观想边念这个祈祷文啊，然后我们念这个下面的衣柜，就是94页上面的继续念，就刚才。 念诵的方法跟刚才的是一样的，我们大家一起念，你们就念这个下面的这个中文的音，藏文的音。伊玛呼尼拉那多吉欧玛那，耶达吉扎格仁哲比罗迦根迪扎罗喇嘛。 平时这个要念三遍，但是我们现在就只念一遍啊。让这个完了以后，念三遍完了以后，最后的诗句又要重复三遍啊。我们念最后的诗句念三遍。一目给东为所然的，就这个地方。一目给东为所然的，兰博万众如是罗。 最后一句要重复三遍，重复三遍的时候呢，就最后的重复实际上重复两遍就可以了，本来就念了一遍了，重复两遍就三遍了啊。最后的一句我们再念两遍。
Yang chuki gyar sa zumbarjo Yang chuki gyar sa zumbarjo 这个时候要观想了，这个时候观想什么呢？下面就有这个是这个五个这个是的这个声音，这个是的声音不需要很大，从这个口腔深处就发一点点声音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观想，我们刚才不是观想这个红的这个狮子在心口吗？观想的时候呢？ 就念是的时候，下面的这个震动的这个气体就把这个通过这个中脉，然后把这个红的这个狮子就往上推，是，最后一个是的时候就刚刚到达这个反起的地方，然后呢到了以后呢，然后就是有一个吼，这样子一个声音，然后把这个。 这个狮子一下子出去，就我们上面不是灌了阿弥陀佛，进入了阿弥陀佛的心口，这个速度就是这个红的狮子的速度，就像流星一样的速度，就飞快的速度，就进入阿弥陀佛的心口了，这样子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又是这个要三次。 这个时候，我们观想这个一个狮子就观想到这个进入阿弥陀佛心口了，然后这个就不管了，这个不要回来，这个不管，然后我们重新再观想一个狮子这个地方，在这个心间再观想一个信的，重新观想一个，然后又把这个也是，又吼这样子出去，这个也不要下来了，然后又观想一个信，重新再观想一个，然后是就。 进入阿弥陀佛的这个心口，这样子我们这个念这个我们再念一念这个狮子，主要是要观想，没有观想念这些是没有用的，要观想的时候，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震动的这个气体，这个时候我们不能观想，就像一个石头一样很沉的东西，这样子观想就不容易出去了，所以不能观想，这观想一个轻飘飘的震动本来就是气体。 然后一念，我一开始念这个，这个狮的时候呢，因为下面气体有压力一样，这个往上推，最后一个狮子的时候到这个地方，但是还没有出去，然后呢，我就念出一个吼的声音的时候呢，立即出去就进入阿弥陀佛心口了，这个，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的心，就是这个红的狮子了，它就进入阿弥陀佛心口了，那我就往生阿弥陀佛心口了，我这个躯体就放在这儿，也就没问题了，这个时候就人就进入阿弥陀佛心口，这样子，我们现在就念这个，先念一遍上面的这个，这个念三遍以后我们念这个试试。 杨秋给家啥人不收？杨秋给家啥人不收？是。 好，这样子不能笑，这个时候，这是一个，这个就一次了，然后再来下面的那个，然后我们先又开始念这个中等的殿上吧，这次只念三遍，祈祷阿弥陀佛，这个完了以后就念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中等的殿上上巴扎中巴扬达巴拉卓巴桑金贡波华德美巴，香藏龙卓多加僧者。 中等的殿上上巴扎中巴扬达巴拉卓，藏经贡波华德美巴拉，香藏龙卓多加僧者。中等的殿上上巴扎中巴扬达巴拉卓，藏经贡波华德美巴拉，香藏卓多加僧者。我平时。
念七遍、21遍都可以。这念完了以后呢，啊，这个时候又跟上面一样啊，无比恭敬、信心强烈的信心祈祷阿弥陀佛。让完了以后就念这个顶礼无量光佛陀，这个，要念，我们念一遍，跟你们就念这个藏文的音啊，这个我们念一遍，最后的一句要这个重复两遍啊，本来就念了一遍，然后再重复两遍就三次了。然后就是，这就是前面是一样的啊。这个念这个仪轨的时候呢，我们要向什么呢？这个顶礼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然后就顶礼这个莲花上大师，顶礼根本上师等等，这个就这个意思啊，传承的上师祈祷他们啊，我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样子。边祈祷边念这个，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力要集中在这个十字上面啊，这三个都要。有些时候强烈的这个信心去祈祷，有些时候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十字上面，有些时候这个观想的要观想啊，这些都如果不能同时的话，那可以分开这样子也可以的。好，就总而言之，心不能散乱啊。好，然后就我们念这个，三界阿含那生死录，就念这个。三界阿含那生死录，我今把满众的那娑婆的真经造阿弥陀经中，造阿讲啊，好，这个就是第二遍了啊。然后是第三遍的时候，又开始念，用这个祈祷文，我们开始念三遍祈祷文，这个佛的圣号。Chum dhande devyam shakpa drap chum bhayam tapara dzogpa sangyem gumbo vata mipa Chum chalum chodo gyab sanjo Chum dhande devyam shakpa drap chum bhayam tapara dzogpa sangyem gumbo vata mipa Chum chalum chodo gyab sanjo Chum dhande devyam shakpa drap chum bhayam tapara dzogpa sangyem gumbo vata mipa Chum chalum chodo gyab sanjo 然后我们念最后一个这个婆哇，这个本来是要念三遍，最后一个又重复三遍啊，我们就念一遍，然后呢，这个后面也有这个是这个有了，然后这个最后一个有五个加，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有五个啪啪啪啪这样有五个啪啊，那这个五个啪是什么呢？五个是。佛的五种智慧啊，佛的五智慧大家都知道，佛的五种智慧啊，那五个 path 是什么意思呢？我的这个心啊，我的意识，就跟这个佛的这个五种智慧啊融成一体，无二无别，所以就五个 path， 每一个 path 这个时候呢，观想啊，我的意识跟佛的。五个智慧啊，或者是佛的五个神啊，都是一个意思，啊，融入这个
佛的无身啊，这样子观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念这个仪轨的时候，由观想就是要观想啊，无量光佛、阿弥陀佛、大悲观世音菩萨等等，就是念这个仪轨当中的就，一方面虔这个很虔诚的心祈祷，一方面就念这个仪轨啊，然后我们就念最后的这个仪轨。最后这个仪轨呢，是一个非常有加持力的一个。普瓦法啊，如果我们来不及的话，就是需要就这个引集的时候啊，光是念这个最后的这个啊这个几个句子的话，它也是一个完整的这个普瓦法，也是可以的啊。但比较完整的话，这三个不同的前面的一个是一种普瓦法，然后中间一个也是一个，这最后一个这里面有三个这个普瓦法的仪轨啊，就合在一起了。啊，合并在一起了。这个平时有时间的时候都要念啊，如果没有时间念最后一个，这个也可以的啊。那我们念最后一遍了，最后一个普瓦法。哎嘛呼，现得蒙子，我还没功当，土鸡见不着的龙的鸡，东大嗦。在这夜听所唤的，在人不安中而生的，轮到受难人之地上的，难以理解。就五个啪啪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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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完了。好，这个完了以后呢，我们观想啊，这个头顶有这个阿弥陀佛啊，旁边有两位这个菩萨，菩萨花光融入这个阿弥陀佛，然后阿弥陀佛也花光，最后就是像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一样啊，阿弥陀佛花光变成光，从我们的头顶进入我们的心间啊，这个时候一瞬间啊，把自己的身体观想为这个长寿佛啊，观想为长寿佛，我们的身体观想为长寿佛，长寿佛的观想也是一样的。我们首先啊，这个清一张长寿佛的唐卡要看一看啊，看得比较清楚的时候就可以这个观想啊，观想长寿佛，观想长寿佛以后就念这个长寿佛的咒 ，Om Amara Nandzondai Soha 啊，就念这个长寿佛的这个对，Om Amara Nandzondai Soha Om Amara Nandzondai Soha Om Amara Nandzondai Soha Om Amara Nandzondai Soha。Om Amara Nandzondai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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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ra Nandzondai Soha。 好了，好，平时我们要念这个一百遍以上啊，念一百遍以上啊，念这个一百遍或者三百遍都可以啊，因为这个普瓦的修法啊，是一个我们把这个观想啊，我们的仪式观想弘舍，然后通过这个观想还有仪轨啊送出去了，这个就是对我们的生命会有一些问题了，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要修这个长寿佛啊，念了修了长寿佛，然后念长寿咒的话，那就是不但是啊对这个生命没有危害，没有影响，而且它可以牵出很多这个寿命的障碍，所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最后就是念这个
长寿咒啊，长寿咒，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这个长寿佛的这个咒啊，这个可能这个里面有会，如果会念这个咒的话，就念这个，先念一百遍以上，那一百遍以上是短的这个心咒，念长寿佛的这个心咒，这个长寿佛的心咒念完了以后，如果你们会念这个长一点的这个长寿佛的心咒啊，这个平时我们这个这里面有这个方山的衣柜里面有这个长寿咒，长寿佛的咒，长寿佛的咒，这里面没有了，有吗？哦，68，哦，多吉鲜花，68，哦，这个不是。我们给他爱思动了，阿玛拉南泽翁的意思，这个也可以念，这个念108遍啊，这长的念一个传承。我们南无班伽瓦帝阿巴拉玛达因迦那斯本尼兹达丁卓兰扎亚达当嘎达阿拉帝三藏本达亚达当布依比玛比阿巴拉玛达比因迦那苏巴鲁巴兹帝翁萨拉桑萨卡拉巴拉西帝达玛丁嘎嘎那萨曼嘎帝苏巴比西帝巴拉那里苏啊，就念这个啊，念这个念这个念几遍也可以，平时念这个短的也可以啊，都是一样的。好，这个完了以后呢，就可以这个回向了。这个完了以后就，可以回向。这是我们训练的方法啊，训练最后就念这个普贤行愿品啊，这些这是训练的这个方法啊。然后我们超度的时候也是仪轨，就是这个仪轨啊，方法呢也是这个方法啊。但有一个不一样是什么呢？我们啊超度的时候啊，把这个亡者的这个心啊，亡者的这个意识观想为跟我自己的这个狮子啊，刚才我们不是我们的心观想为狮子啊，把这个亡者的这个心，也就是跟我的这个狮子观想为一体啊，那样子以后呢？就这个往生融入阿弥陀佛的心口，这样子可以了啊。这个就是不一样了。平时我们自己修的时候呢，啊，这个狮子是我自己的仪式啊，但是我们超度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往执这个死者的这个仪式心，也就是跟我们的现在的自己的这个心和融入一体，观想为一体，然后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这个红的狮子跟一起啊，进入阿弥陀佛的心口啊，这个就是不同的差别啊。其他的这些修法呀啊，这些都是一样的啊。还有一个不一样，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才需要这个长寿佛的这个修法啊。将来我们真正的走的时候呢，就不需要这个长寿佛的这个修法，长寿佛的修法不需要一个啊。然后超度的时候呢，主年的时候也不需要这个长寿佛的修法，那这个不需要了啊，这个不需要，这个我们训练的时候才需要，这样子啊。这个是超度的方法啊。那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死的，那这个什么时候死就不好说了啊。那死的时候怎样的情况下死，这个也不好说了啊。就是这些年这么多灾多难啊，就是如果像地震啊、海啸啊，就这种情况下死的话，那我们这个普瓦法也用不上了啊，等于是这个就修了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就是用不上了啊，也不能说是这个时候就白修了，但是用不上。那这个时候这个紧急情况下怎么办呢？这书里面也讲了，平时我们遇到任何一个比较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啊，比如说这个就是原因就有各种各样啊，比如说坐车的时候啊，这个车子
差一点掉下去了呀，或者是等等等等，就是啊，空补的时候，干到这个空局的时候，这个时候每一次一定要想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啊，意识就要专注到这个头顶这个翻斜这个地方，专注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习惯了以后呢，一定啊，就是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一定会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来不及用这个破瓦法啊。但是这种情况下习惯了以后呢，一定会啊，意识会专注到这个翻斜这个地方啊。如果能这样子的话啊，人虽然没有这个逃命死了啊，但是呢啊，我们的意识就是从这个翻斜这个地方就可以出去了，出去了还是这个也是一个缘起，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呀。至少意识量识当中是绝不可能多这个恶趣的，这个也是一个在紧急情况下是比较惯用的一个。但是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训练啊，平时都要训练。啊，就遇到一些这个感到啊这个恐惧的时候、害怕的时候啊，就是这种情况下有危险的地方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立即啊心要往上这个专注在这个头顶上，这个是一个紧急情况下就是就很惯用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普瓦法啊，就是这样子啊。那如果我们来得及啊，死的时候也来得及，然后我们也知道要死了啊，那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死呢？怎样去死呢？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死亡呢？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这生命科学里面有一个叫做死亡学啊，但是这个死亡学里面不会提我们现在讲的这些问题了啊。那这是我们这个西藏度王经呢，就尤其是密法里面的一种特有的一种这个方法。人是有生老病死的啊，那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面对啊？要去买这个养老保险呢啊？那生病怎么样面对？去买医疗保险。那死亡怎么样面对？这个是没有办法买任何保险了啊。那就是做好这个修行的准备，才有这个更好的保险啊。这个时候，如果我知道我要死了的话，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做的就我把我的所有的这个财产啊，就是属于我自己的这个财产啊，无论是有多少啊都无所谓。如果来得及的话啊，那就是把自己这个就分配啊，一部分供养三宝，一部分就是布施给这个穷人啊，一部分就是拿去做，比如说放生啊，做什么样都可以，反正就是自己平时认为啊，那一个善事是最有意思的啊，最这个对众生有利的啊，比如说放生啊等等的啊，就是分配啊，就是去做这个事情啊。写遗嘱啊，或者是就告诉这个身边的人啊，这个时候呢，啊，银行里面的这个积蓄就没有办法，就不得不拉出来了。这个时候就只有自己一分钱都用不上了。那这个时候呢，啊，就舍不得，也就没办法了。这个时候要只有分给大家了啊。这是我们的一辈子当中啊，辛辛苦苦，就是连一天的星期天、星期六都不是不得休息，这个时候都还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个，就积蓄啊，我们存的钱啊，那现在没有用了啊，一定要这个舍去了。那舍去的话，还是要用自己安排是最好的啊，免得后面的人呢，有家里的这个父母这个儿女都跑过来，就平时都不管父母了，父母死的时候就来挣这个房子呀，挣这个银行里面的积蓄啦，等等等等啊，免得这个自己安排。这个是第一个。如果来不及或者是没有能力的话，那就是这个心里面一定要断除啊，断除这个贪欲，不要给任何一个人也好啊，物质也好啊，任何一个东西不要有任何这个留恋啊。这个时候要断绝，这个是要断绝的。如果这个时候不断绝的话，那走的时候就不会不能安心的走。这一定有这个。有问题的，这个时候呢，这是一个啊，这是第一个要做到的。
然后第二个呢，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这个啊害怕啊，不能害怕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这个时候啊，跟平时是不一样的。平时我们比如说我做了一个恶业，那我把这个当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看，忏悔呀、啊、等等啊。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把尽量的想啊，要想我没有什么罪业啊，我没有什么罪业，虽然是有一点点，但是也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个我这个罪业有一点罪业，但是我没有那么大的罪业啊。然后呢，这个罪业很多罪业我也忏悔了啊，也应该是这个清净了啊。这个时候要这样子想啊，平时不能这样子想啊，平时我们活着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要一个小小的这个罪业都要当一个很大的罪业来这个对待，要忏悔，要对这个罪业要有恐惧感啊。但是这个时候不能有恐惧感，这个时候呢我虽然有一点这个罪业，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罪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要这样子，要安慰啊，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要不然的话，这个时候呢，手忙脚乱了、啊。那个时候呢，该想的时候不想，该忏悔的时候不忏悔，该害怕的时候不害怕。这个时候就所有的这些罪业啊、杀盗淫妄，这个时候全部想起来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啊。就心慌了，这个时候就是所有的这个巧诀都用不上了啊，这个时候不能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这就是这个一个啊，然后呢发心是发愿是非常重要了，发愿啊，这个时候发愿发什么愿呢啊，愿我啊，就是这次我走了以后呢，我又能够遇到大乘的佛法。啊，我下意识能够遇到大乘的佛法，能够遇到这个讲大乘佛法的这个善知识啊，愿我不要忘记这个菩提心啊，愿我不要忘记这个大悲心啊，我能够投身到一个有大乘佛法、有大乘的这个善知识啊，我能够投身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方，要这个心愿啊，发心愿，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啊，就不但是不害怕，而且啊，这个时候呢，要这样子想啊，我从无始以来啊，这个死亡我不是这次第一次了，我就是这个生死轮回呢，我已经经历过成千上万次了啊。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我没有什么窍诀啊，跟这次是不一样了，没有什么窍诀。那这次呢，跟以前都不一样，跟以前的任何一个死亡都不一样。这一次呢，我有窍诀了，我知道怎么样去死啊，已经有这个窍诀了，所以我不需要害怕啊。不但是不害怕，而且这次我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趁这个机会啊，我要这个。修心啊，修什么心呢？啊，等一下我这个死了以后呢，我暂时会这个进入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我就会进入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怎么样啊，然后我从这个状态当中出来的时候呢，我会看到一些什么样啊，就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个时候我不能害怕啊，那个时候我一定要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心的现象啊，比如说那个时候就看到很多光啊啊，然后就看到听到很多很多很恐怖的这个声音呢、啊。啊，听得到啊，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不能害怕啊，这个时候呢，这所有的这个声音也好啊，这个光也好啊，这东西都是我做梦一样，这就是我的一种心的现象。这个时候一定要知道这是我的心啊，然后呢，就是前几天我们讲这个观心的一种修法呀，这里面讲的一样，首先我知道这个是我的心的现象，然后我立即知道我的心就是空性的光明的。啊，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进入这个光明啊，这些全部这个做好啊，这个做好准备，这个叫做引法力啊，这个是非常有效的，啊，这个引法力，比如说，阿罗汉修禅定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比如说我修禅定，我要修七天啊，七天的时候呢，七天的日出的时候，我一定要从这个禅定当中出来啊，这样子打坐了以后呢。他在大坐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这个七坐和不七坐的这种概念，但是呢，他之前这个发的这个引法力，他第七天的时候，他一定会这个从这个禅定当中出来啊。像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明天早上啊，
五点钟的时候我一定要起床，我有一个非常大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这个要起床，我一定要醒过来啊，那样子睡觉之前给反复的给自己提醒，然后睡觉的话呢，那第二天就是五点钟的时候就会醒过来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心的作用，心的作用，这个在佛教里这个叫做引发力啊。那如果做好这个准备的话，那等一下这种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一定会想得出来，这些窍诀啊，这个时候一定用得上啊。这个中阴身的这个人的这个头脑是非常非常清醒的，这个时候他没有这个肉体的头脑，但是他也有一个像我们梦里面的这种身体啊，非常的清醒，这个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样做啊。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啊，就很紧张啊，很这个恐惧，然后这些所有的窍诀啊都没有去想，都没有去做，就害怕死了啊，那样子以后呢，那就这些都用不上了，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嗯，这个时候不能怕啊。这个时候是实际上也是没有什么很害怕的，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死亡啊，它不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啊，死亡实际上它是一个生命的一种这个过程啊，并不是人的一切都结束了啊。我们的现在我们普通人的这种生死观念呢，非常非常的简单啊，非常非常的皮毛，根本就没有往深的地方去想啊，就认为人死了以后一切都这个结束了，这个非常消极非常悲观的人生观啊，不是这样子，人死了以后不会解决，不会结束啊，人死了以后还是有啊，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机会啊，这次啊死了还有下一次，还有这个机会啊，修行啊什么样的都可以啊，再下一次也有这个机会，到成佛为止啊，到解脱为止，这个生命它是不会停止的。啊，这个时候呢，要把这些窍诀啊全部用好，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这些都用完了以后啊，人这个如果能够毗卢伽法的话，就做毗卢伽法啊。我们有些老太婆呀，有些念佛念得很好的呀，譬如做毗卢伽法这样子走的也多，然后修密宗的这人当中啊，上师比较修行比较好一点的人当中呢，就经常会有这种人，很常见的事啊，能做毗卢伽法就在这个毗卢伽法当中啊，就这个往生啊。如果不能这个因为病啊其他的原因不能这个毗卢伽法的话，那这个时候最好啊，这个右边朝下啊，右朝下啊，左朝上啊，像释迦牟尼佛圆寂的那样子的姿势啊，然后这个头就是朝这个背啊，脚就朝南啊，背哦，这个是佛经里讲，尤其是密宗里讲啊，人死的时候就光是这样子的姿势去死的话啊，也是在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窍诀，就一时两时当中是绝不可能多这个恶趣的啊，这是也是一个很是一个缘起的问题。包括一个动物，比如说我们今天看这个大街上一条狗要死了啊，那我们也把它这个右侧放在下面，左侧放上面，然后头朝这个北边啊，那样子放，让它这样子的姿势当中死，这个死的话，那它啊至少这一世不会这个多恶趣的啊，他再有一次的机会了，有可能在这有一次的机会当中，他有可能啊去心善啊，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就往上走啊，那有可能他虽然是得到人生了，他去吃海鲜啊，赌博等等等等，然后这个虽然是他给了一次机会，但是有可能下去了，这个要看他自己了啊，这是可以的啊。那我们人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就这个做这个佛陀圆寂时候的这个姿势，然后这个右手的这个啊这个小拇指啊摁住这个啊这个右边的这个啊鼻孔啊，然后就从左边的鼻孔里面呼吸，这个时候就修自他相欢，这个当中
能够往生的话，这是最理想的啊。这个是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那平时也可以不需要这样子啊，这个手就可以放在这个头下面，这样子就可以，这个鼻孔不需要压住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我们这个时候观想是什么呢？就观想刚才那种啊，把我们的心观想一个这个红色的石子，然后呢就进入阿弥陀佛的心口啊。还不往生的话，反复的这样子啊，反复这样子。如果实在是死不了，那就回来起来。只有这样子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往生了啊，这样子往生是真正的啊，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这个是念净土的人啊，修净土法门的人，修这个普化法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帮助啊，他有这个。帮助他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啊，这个叫做普化的修法啊。那我们今天普化的修法就是基本上讲完了啊，具体的修法也讲了，这个念诵的方法我们也念了，也就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训练，以后大家就是按照今天我们这种念诵的方法啊去训练的话，就可以啊。然后最后啊，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我们可以判断啊，我修成了这个普化法呢啊？这时候这样观想的时候啊，修这个普化法的时候呢，就头顶这个翻斜的地方很疼啊，但是这个不一定修开了啊，这个可以把草可以吉祥草可以插进去啊。但是呢，有一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地方的头皮啊是很厚的，这吉祥草使劲的这个插进去的话，也许可以这个在这个皮肤啊头皮当中啊，它是可以不会倒下的，它可以站立。这个是不是修开了？这个不是，根本没有修普化法的人也是可以这样子的，我想啊。所以我们也不能迷信这些东西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就这个头上插一根这个吉祥草，然后拍很多照片，到处都说谁修开了，谁没就修开了往生了。这种说法，我觉得也许会有问题啊。这个有没有问题呢？他们自己修的人自己知道。光是一个插一个吉祥草，这个是就不证明什么啊。然后就是真正的修开是什么呢？修行这个普化法修得好的人啊，就是光是这个没有任何其他的外面的因素，就是这种修心啊，修心修这个时间段时间长了以后呢，这头顶上种这么大的包出来啊，头顶上就这个地方就是种这么大的包出来，这个是真正的修开了啊。还有就是出这个黄水啊。出荒水啊，头顶上出荒水，经常疼，手就抹的时候也很疼啊，很疼。然后就是出荒水啊，然后就这个长这么大的包，这个出来啊，就这些是真正的这个修开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再修了，这个时候不需要再修，这个时候要念这个长寿咒啊。如果这个时候就是感觉要走的感觉了，有些时候就是人的整个心轻飘飘的，就稳定不下来了，就是要走的这种感觉啊，人就是要开始飞起来那样子感觉的话，那这个时候要告诉这个上师，这个是有修法的，用这种修法把人啊要稳定下来了啊，这样要不然的话有可能是往生了啊。这个普化法是不能随便的，就不能乱用的。这个是因为是密宗里面的一些这些修法是非常这个本来是密宗的这个修法观想，它是有力量啊。然后呢，我们的心理的作用各方面集中一起的时候，人在这种情况下出去是很容易的事情呢，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平时都就只知道这个物质有很大的力量，巨大的力量，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意识有很大的力量。其实经常这个忽略了，其实这个意识啊，它的这个作用，这个力量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那这个时候他有一些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啊，把人可以有可以恢复了。那但是恢复的意思呢是什么呢？就不当下不往生，但是
就不是说这个普拉普拉修开了以后，不是说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啊，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时候我们每一天都要念一遍这个仪轨啊，简单的最后的那个也可以念一遍，或者是仪轨不念，但是心里就观想一遍也可以啊，每天最好是每天，如果 每天还做不到的话，就每两天、每三天也可以啊。要不然这样子，如果不这样子的话，比如说现在我们修开了啊，但是长时间的不修行，再不去训练啊，两年了、三年了，到时候真正要往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用不上了啊。这个时候真正的恢复了，就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不起作用了啊。 所以每天的这个要念一念衣柜也可以，不念衣柜也可以，心里观想一遍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然后念普瓦法这个训练这个普瓦法的最佳的时间是什么呢？一个是下午，一个是下午，一个是晚上，下午和晚上念啊，因为这个人死的时候要往生呢。 那一天的这个要即将结束的时候是下午和晚上，这个时候呢，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啊。还有一个人年纪大的，就比如说60岁的、70岁的修这个普瓦法的话，这个修得很快，很快就修成了啊。那年轻人修的话，相对来说这个要花一点时间啊，不是那么这个容易啊。人就晚年的时候修得很快啊。 每天的这个下午和晚上修的这个效果比较好，早上上午的这个效果就是没有那么好啊，这个也是一个缘起的问题，这些是修法，然后这个修行，然后这个修普瓦法的这个修法，最后真正修开了以后呢，然后就找这个传普瓦法的上师，然后去念一个上师，把一个吉祥照 插在这个头顶，这个证明你修开了，但是这个没有也没有问题，自己修开了就可以了。平时念这个，平时就每天下午念一遍，不念的话也就观想一遍就可以了。这些就是我们这个普瓦法的修法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好好训练。念的话，如果修行修得好，比较专注的话，尤其是 老年人修一个星期就可以这个见效了啊，可以修成了。如果一个星期不行，两个星期、三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看到这些这个烟香未知啊，都要修下去啊。我们也不能太着急了，我们认为刚刚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普瓦法很好修，因为这个是不修成就啊，所以不需要修太多的时间啊。一个星期一定会有这个成就，然后就是很着急的去修。一个星期也看不到什么，两个星期过去了也没有看到什么，三个星期也没有修到什么，最后就不修了啊。这种情况是 在任何一个修法啊，这个是不对的。凡是这样子很极致要修成的这个要极致要成果的这种人，追求这成果的人，越是这样子的人，就越得不到，越修不，越是这个不会有这个成就。这个不能这样子记，要有长远的计划啊。我如果一个月能修得成，那我就要花一个月的时间去修啊。 修不成，那我要花三个月的时间，我也得要修啊。实在不行呢，那花一年的时间我也要修，就是要有这样子的长时间的这个计划啊。实际上就不一定需要那么长的时间。这个是普瓦法的修法啊。那这个希望大家好好修啊，修了以后我们比较这个熟练了以后呢，给其他人超度 也有这个很大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利益很多人了啊。自己走的时候呢，也有很大的这个帮助。修净土的人修这个也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我们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有菩提心的基础上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啊，真常的这种往生是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立即就是啊，成为这个一地菩萨了啊。
成为异地菩萨，那从此以后就很快就可以成佛了啊，这是非常快的路了啊，所以这个跟大修大圆满一样的快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修念阿弥陀佛了，就一句阿弥陀佛，其他都不要了啊。当然也不是这样子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佛就只会说佛陀阿弥说阿弥陀佛经，像这个啊，也基督教也就这么一个圣经一样，我们也只有一个佛说阿弥陀佛经，就一本书，其他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呢？就这么容易就往生，每个人都可以的话，那不会有其他的佛经啊。其实也不是，还是要学，还是要修，其他的也修，这个也修啊，要做两手准备，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踏实的。好，这个就是普化法的具体的修法啊，然后一些细节呢你们可以看书，这个普贤上师言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个其他的书里面也有这个普化法的修法，很多都是大同小异的。那普化法也有很多不同的修法，像这个除了尼玛巴以外，其他的这个法当中啊也有很多，但是不一定我们就修一个法就可以了，不一定修那么多啊。普化法有很多种不同的修法，其中修一个啊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子。今天我们的这个普化法的修法就讲完了，这次我们这个传法呀就很圆满。大家听的也很认真，每次都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这个散乱大家都是很专心的听，大家都很认真的听，这个非常感谢然后就是要最关键的要好好修心如果我们不修心的话，那也就没有太大的这个用处了，还是要好好修行然后就是要就去听一下，去接受一下这个观定一个正规的观定。到现在为止，比如说今天我们这里的这座的人都是我们就以为大家有观定，但是实际上有没有这个就不好说了，大家说的是有但是呢当时有没有真正得不得观定不好说了那以后再有机会受观定的时候就不能这么模糊了，一定要确定我们有一个这个标准的这个密宗的司机的这个观定司机的观定。因为有了这个观定以后呢，以后我们这个讲密宗的一些这个修法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听也可以修这样子。但是这个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个，一定要去学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能不能做得到做不到就不要去接受观定，能做得到就去这个去受我们昨天一个这个比如说一个举世无戒这个跟迷尘戒比较的话一个小事情但是在这个上面都我们讲那么多呀，认真的考虑就能不能这个受，能不能受，以后能不能吃这个戒这个上面都态度很严谨的那密宗戒就更不用说了，这个一定要去学学完了以后如果能守的话就去准备再守观定这是一个前提。第二个，在这个之前一定要看看这个回灯之光里面有一个金刚上师与观定这个要去读一下给我们观定的金刚上师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观定，这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观定的这个是有这个标准的观定。然后找到了这样子的上师，那我自身要需要这个具备什么样的这个条件，我观定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观想我自己要做些什么准备这个也很重要，这些都看一下学一下这完了以后呢去收一个，如果还不确定有这个观定的话，那就到时候就接受一个观定然后这个观了定以后呢就可以听这个密法但是呢如果觉得密宗的这个戒律各方面的要求有点高如果暂时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话，那我们先这个不去听那先修出离心、
菩提行啊，还前几天我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包括前几天啊，去年也讲了，其他地方也讲了很多的这个无我的修法呀，空性的修法，我也讲了很多。其他的这个啊，堪布依西彭措堪布啊，索达基堪布啊，或者其他的堪布也上师也讲了很多这个这方面的这个修法啊，修法现在已经不缺了啊，就是我们缺我们自己不修啊，只怕我们自己不修，不怕没有法可以修啊。那就是修这些修法的话也是可以的，暂时如果我们能把这些法修起来的话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所以大家重视这个实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学习啊。我们说实修实修实修，实修是什么？实修就是一个借口啊，借口呢给用想干什么呢？就不想问事，不想学习啊，不想学习的人就是实修就作为一个借口，然后就不学习了啊，这样子也不行。我们闻思修啊，不能这个分开啊，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成为一个标准的这个这个学佛的人、修行的人，这个非常重要啊。今天有点晚，我们不问问题啊，我们现在回向。回向的时候呢，因为这个今天我们是最后一天，要念一遍这个普贤行愿品啊。那普贤行愿品念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就注意专心啊，专心的这个回向啊，这个就很重要了。我虽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世，一切已乐皆圆满。我愿普遂三世学，殊得成就大菩提，所有放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终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地有欢畅安乐，获得深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我为菩提修行时，就尽清净普贤道，尽未来。
分别诸法海，人生深入智慧海，不能亲近诸心海，圆满一切诸缘海，亲近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境界海，三世一切诸如来，最深菩提诸心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一切如来有长子，彼名皓月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心悉同彼，愿身口意恒清净，诸心察度亦复然，如是智慧皓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我为边境普贤行，文殊师利诸大愿，满地事业尽不余，未来即皆恒无倦，我所求心无有量，我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心中，了达一切神通力，文殊师利勇猛智，无限慧心已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无限殊胜心，愿我临于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前彼佛阿弥陀，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离乐一切众生界，彼佛终会现清净，我是与生莲花身，净土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忆，化身无数百俱胝，智力广大遍十方，不离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宗宝供如来，最生安乐世界人，尽一切刹为尘劫，若人于此生愿望，以尽于而能生心，求生菩提心可养，我生功德过于彼，即常远离恶之事，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此普贤最深愿，此人善得生寿命，此人善来人众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心，往昔有无智慧力，所造极恶无无间，从此普贤大愿望，一念诸计皆消灭，诸心中累积容色，相貌智慧显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速以菩提大树王，坐以降伏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不离一切诸寒士，若人于此普贤愿，诵受持偈言说，
sonam de yi tam je zu ba ne to ne be de ma tam je je de ga na je ba ma tu tu bim zo le do wa do ro ro sho Om Ara Bhaja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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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ra